建议大家不要在家里摆放一些小玩偶、生肖之类的工艺品，因为容易有灵性附在上面，给家人带来一些伤害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只要你注意，就会更幸福一点；只要你注意，困惑、灾难就会少一些。愿大家善待周边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事，用真心去对待对方，将心比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、去思量，争执更少，甚至没有，你就会变得快乐，处在和谐的家庭、幸福的环境当中。